嗨，大家好，今天是5月3号 ，Costco 有一些新品上架喽，跟着我去逛逛吧。入口处有一些缺货物品的公告，可以先看看。顺便来看一下有没有卫生纸。卫生纸都已经正常供应了。Horizon 有机低脂牛奶18瓶装，每瓶8盎司，售价 16.89 元。Nongsin 碗装乌龙面6碗装，每碗 9.73 盎司，售价 14.99 元。碗装辛拉面12碗装，每碗 2.64 盎司，售价 15.99 元。椰塔韩式蔬菜拌饭6份装，每份3盎司，售价 11.79 元。Trigoods 日式杏仁民国饼干24包装，每包有 0.99 盎司，售价 11.99 元。泰国小老板海苔棒棒卷56卷装，售价 11.99 元。有机芒果干28盎司装，售价 16.99 元。Del Monte 珍珠水果冻16盒装，每盒40盎司，售价 7.49 元。Edorn 日式无糖绿茶12瓶装，售价 13.99 元。利顿红茶茶包每箱48小包，售价 10.89 元。SunTropics 100%有机西瓜汁12瓶装，一瓶 11.1 盎司，售价 13.99 元。Witches 有机果汁冰棒一包52支装，售价 10.99 元。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下次见，拜拜。